从分手的那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。我告诉我自己，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，他如果还不回来，这段感情就会过期。我以为会同佢一齐好耐，好似一架入门有嘅飞机咁，可以飞好远。点知架机中途转站。